不是父母介绍，硬是认识的。我是父母介绍是乱编的，但父母是互相认识的。现在老早老早，一年前，去年就已经认识了，几百年前直播，那个时候直播间了只有十几个人了。那时候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出来。对啊，那个时候还蛮画质还蛮糊的，因为不会搞啊。对，但他没有见过我妈妈。但我没见过他妈，他见过我妈。我见过他妈妈。但是我偷偷看到过你妈，因为那个时候你跟你妈在说，我那个你不是让我躲在后面不要出来吗？然后我就躲在后面，我就看着你妈的背影。对，因为我妈比较严格。但我看过他爸，就是那个时候，对我们两个开着车啊，现在应该有些人没听过吧？那叫脏了一下吧，就是那个时候开着车嘛，出去，去干嘛呢？去吃饭。对，他爸在那边蹲点，我靠！因为我们刚开始去，你讲吧，你说吧。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住在这里的，是住在离我家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然后后来我爸妈发现了嘛，就是发现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呢，他就来我们那个小区门口蹲我们。然后我们那天开车出去吃饭，然后我爸还开了别人的车在外面蹲，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有车的。对，然后转过去，然后我爸就在后面跟着我们，然后后面一直有人按喇叭，我们以为我们开错车道了，然后就正常开嘛。然后后来我爸就直接超过来把我们撞我们车，直接逼停在路边。然后自此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车了。对，然后对对对，然后关键车停下，我们就直接把车停到那个就是路边那个能停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停完之后直接两个人直接跑了，然后他爸直接一路追追追追，然后追完之后然后把他给拉回家了。然后我呢就跑到了朋友家里，然后回家，然后就是一个大的吵架。哦，那个不算电视剧。还有一次就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在宁波相亲找我，然后我们在酒店里，第二天前台电话打过来，是谁呀？是他爸妈。就我爸妈，哦，是他爸和他舅。我妈他妈你妈也来了，都来了。然后就直接跑到那个酒店，因为他爸妈上来了，他信息发给我，我什么都没穿。哦，我穿了，就是鞋都没穿，就什么东西都没拿，我没有穿那个酒店的拖鞋，然后躲在楼道里等了个30分钟这样。对，所以然后他爸妈来查房。我们两个其实不会经常讲这些，对，因为很烦，有时候就。然后的高跷还留在那儿，然后他妈以为是他跟一个女的开房，我笑死。然后他爸看到我的身份证了，然后把我身份证还拍了下来。我们两个其实去年两个人真的是完全就是被各种打压，知道吧？就是完全。是很难。去年我们是真的完全都是受没发现之前真的是就是一帆风顺的，就发现之后生活这样子。就你做出柜之后，你肯定要跟家里面所有就是经济来源肯定是要这样，就是表面开开心心，实则内心更开心。没有因为都已经经过啦，都已经过去式啦，所以你们我觉得以后就不会碰到这种事。所以你们老说我们会吵架吗？什么吗？什么吗？吵架肯定会吵的，但是我们两个不会说实质性的吵。对，因为我们两个经历的其实比那些可能在一起更多年的人还要多，而且我们就在一起之后就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我去读书他还陪我读书。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老婆还是一个大学生，她在大学最后一年，然后后来就一学期了嘛。对，一学期。然后我中途他还在读书，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还有车，然后我开车过去陪读这样。现在太惨了，家里人肯定是不同意的。我妈随便了，家长要哄的。对， 有些东西要靠时间去磨合，就靠时间。对，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给他灌输这种东西他就会听进去，你毕竟他们年纪在，是不是？他们也觉得这，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就是玩了也跟值得结婚。就我们俩就心态一定要放乐观。我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的心态是属于那种以前就属于比较自卑一点，然后比较不乐观一点的，就有时候想东西比较想的就怎么说呢，对，他小时候很乖的。我就属于那种就跟我之后吧
我就是属于那种以前可能就是说属于他就是说我是那种属于听我妈爸妈的话那种人，但是就是自己想法会多于别人的想法，但是我遇到我老婆之后就是就能做自己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感谢我还不给我磕头就是我遇到我老婆之后就感觉就可以就很放松，就不用很拘束，也不是嘛？对啊，要为自己活啊，不可能为别人活啊。也不是说别人父母肯定是要想到的，对吧？那再说吧，我不养，跟那放你个屁！他嘴巴在一起一年多，去年二月好在一起。我随便啊。我老婆很乐观的，她是属于那种碰到事情的话，她不会就是钻牛角尖，只要不是死。对对对，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不是死，其他都不是啥事。因为死了也没事了呀。对啊，对，性格真的互补。就我现在可能就比以前话的会多一点，以前的话我就是很闷的一个人，现在就老夫老妻了，老夫老妻了。你谁啊？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哦，我是你爹。啊，爹爹，爹爹，给我个西瓜，watermelon。我是你爹。